小可爱们大家好呀，我是徒儿鱼豆。Hello， 小可爱们大家好，我是师傅江叔啊。徒儿你看我。哎呀，你咋的了？哎，师傅你皮肤哪儿去了呀？你能看见我呀？能啊，你是一个穿着白衣服的小男孩。哎，等会儿啊，你看你还能看见我吗？哎呀，你咋整的呀？我看不见你了师傅。啊，我穿了隐身衣啊，看我是不是只有一个大宝剑出现了。哎呀，这是为啥呀？哇塞，你好厉害哟！小伙伴们和我说了，你能看着我？你在这骗傻子呢你？哎呀，你还杀我！来，你过来啊啊！我要给你点好东西。啥好东西啊？隐身衣我就不要了啊！哎呀，你想让我干活就直说呗，我还寻思你要给我啥好东西呢，我颠颠的就来了，结果你把我当苦力。生命在于运动，知道吧？就这点小麦，这也不够干啥的呀。那你再出去整点呗，你有西瓜没？没有啊。那为师去找西瓜吧。那我去找南瓜吧。南瓜我有了，你也去找西瓜吧，看咱俩谁先能找到。那西瓜上哪儿找啊？罐子里就有西瓜种子。敲罐子呀，我在行，看我随便敲两个就给你敲出西瓜来。不找了，找不到了。这罐子里也没有西瓜呀。你自己敲不到，还怪人家罐子？哎，师傅，我找到土豆了，你要吗？留着呗，一会儿种地。哎，我又找到野果，你要吗？要，留着吧。师傅，我发现你太贪了，明明出来找西瓜的，结果你啥都要。那你别要，你扔了。哎，徒儿啊，我找到西瓜了，快回来种地吧。来，把中间这个土弄一下啊。哎，你干啥呢？又锄头？咱们要种西瓜。啊，种西瓜呀？那你咋不早说呢？那咱们刚才这大半天干啥呢？你这智商啊，真是感人。然后咱们再种点花啊，把这四周都刨一下。那中间留着干啥呀？放箱子。你咋啥都不知道呢？愁死了。行了，花也种完了，你过来吧，我给你看看迷你大陆上最牛批的东西——龙纹石。哎呀，这是啥呀？这玩意儿我真没见过。只要集齐九组就可以召唤神龙。真的吗？还能召唤神龙？没错，只要九组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啊，九组那拉倒吧，那神龙还是别出来了。天哪！没事，为师还有个办法可以快速召唤神龙啊，只要用钻石代替就可以了。啊，你打我干啥呀？哎，你就是想骗我钻石，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啊。好了，小伙伴们，这个龙纹石到底要怎么获得你们知道吗？记得下方留言告诉我呀。喜欢鱼豆和江叔的小伙伴记得点上关注呀。哎，你们么么哒。